各位婚姻的乡亲，大家好，我是欣欣怡，欢迎收看今日的婚姻新闻。连接水南以及北港的婚姻哦，绿线，因为地方无火车或者是高速公路经过，加一个车流量非常大，路况也非常无好。为着保障用路人的安全，官府向中央申请增加计划经费，要来改善大约两公里的路面。工程十月初二就已经开工，预计十一月二十九正正就会完工。水南附近的乡镇，因为无铁路或者是高速公路通过，乡内出入的交通是拢以一般道路为主。往西有一条北港的其中一条主要道路分一五六线，伫咧假日的时阵车流是非常的大，但是因为年久失修，规个路是害了非常的严重。因此地方是非常的希望有关单位能来帮忙做路面的改善。状况吼，因为状况一开始我就甲议员啊代表个建议讲吼。咱人就是走路安全问题，大家出出入入，这算重要的道路啦。啊，遐补一公仔就，啊，我做船长的时候，阮拢有去公所再点啊加灯来补，连着搁拍伊啊，所以一直甲争取，啊，说今年转来来甲咱做，咱嘛总欢喜的啊。馆长伊对这地方真照顾，咱嘛真感谢张馆长。卫戍管府是向中央争取增加的经费，加上自筹款，总共1386万，要来执行分一五六线复兴宫附近路段1.9公里的路况改善，以及水沟啊挂落地等等工程。目前现场已经开始作业，预计11月29号进行就会来完工。这个地方从五大湾乡来到总共1.9公里，整个路面已经破损不堪了。那我们透过这一次的整个工程的一个修复，不只是路面刨除以后，然后我们再铺上 AC 了。那再来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人孔盖下地，那最重要北港水林这个地方，因为也没有国道也没有快速道路了，那整个云林县在整个快速道路上面独缺北港分局区这一块，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期待了中央给我们一个比较方便的道路，比较快速的道路。那这个部分云林县政府积极的也在争取了。为此附近居民是都非常感谢管府的帮忙，大家是都很期待改善工程能较紧来完工。我们很感谢今天辛苦的管定由您本川来给我们对我们这地方地方建设关心，也很辛苦，让我们有一个给我们建设，让我们有一个更舒适安全的生活品质。偏向交通建设不足，道路的状况又阁无好，对居民来讲实在是非常的危险。好佳哉有相关单位的帮忙，让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更加有保障。记者柯宣采访报道。